育田济人，就是以田地来布施，他当生就得到好处了，大考啊高中。这是明代有个叫姚唐的，他是豫章人，豫章人就是南昌人，他在这个途中啊看到一个情形，就是一对夫妻之手啊哭泣而告别，问其原因是由于家里贫穷，这个男的就把妻子卖了，卖到远方，所以夫妻这叫爱别离苦，没有办法卖妻。这个姚唐一看就不忍之心上来，就问你这个为卖妻卖多少钱，你需要多少钱啊，问到大概缺多少钱，所以这个姚唐呢就把自己的田地卖掉了，就把这个钱呢就布施给了这一对夫妻。那显然这个妻那家人家夫妻就团圆了，不需要卖妻了，一个家庭就完整了。好，就在当年啊这个科举的时候，这个主考官就做梦见一个金甲神啊，披着黄金甲的神啊，告诉主考官说，你啊何不选那个齐天之子来中选呢？那这个主考官梦中一醒过来，就在本来淘汰的卷子里面，考不上卷子里面，再啊拿了一卷出来啊，让他排在第三名，中的第三名。这个再重新拿出来的卷子就是姚唐的卷子。那这些举人考取之后，这是乡试啊，乡试就是考取的就是举人，就具有做官的资格。县试就是叫秀才啊，如果再经过殿试，那就是进士啊。一般举人呢能够做中下级官员，进士呢就有做高级官员的这样的资格了啊。好，那这个做举人也不简单呢啊，范进中举，那这个是一个大事啊。那考取的人一般会有一个啊，就是州里面或者县里面的官员会宴请这些啊中举的这些人，就会开个宴会啊。那宴会当中就会这个歌颂一首啊《诗经》里面的叫《鹿鸣》啊，《鹿鸣》是在《诗经·小雅》里面。鹿鸣这是在西周的时候，这些贵族之间啊相互聚在一起啊，这个招待宾客，然后在这个宴会当中要有音乐有歌唱啊，这都是高雅的生活方式啊。吃饭宴席的时候有音乐，因为脾胃喜欢音乐，你一个美好的音乐，你的胃口会大增啊，而且这个音乐它是传达一种美好的情感的啊。鹿茸它就是啊，鹿鸣，鹿本身就是一个很温顺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啊，动物，它所鸣叫的声音啊，悠悠鹿鸣啊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陈筐是江，人之好我，是我周行啊。它有三段啊，大概意思，悠悠鹿鸣，鹿的鸣叫的声音就是
油油这样的啊。食野制品，这个宴席当中，你看还是有机食品的，不是说有多少肉什么的，是野菜，啊，田野当中的平菜，啊，没有化肥农药啊。我有嘉宾，哎，你看这个来的都是嘉宾，在这里音乐鼓瑟吹笙，啊，然后鼓瑟吹笙过程当中还要给贵宾的礼品，那礼品就用筐子，竹编成的筐子，是满那些布帛来送给贵各嘉宾。那希望嘉宾啊，能够帮助我，示我周行，就是给我开导圣人的道理啊。所以这个路名都是一个很高雅的啊，这个一种心态啊，都是这个让这个嘉宾都是有道德的音声啊，来显示君子之道，能让我去学习啊，是则是孝的啊。所以这样的一种音乐以后就啊，鹿鸣音乐以后就成了啊，科举考取之后大家宴席当中的一个主要的音乐，鹿鸣啊，咱们集宴鹿鸣，听到这个就是说考取之后啊，大家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宴席啊，在这宴席当中，那个主考官他也莫名其妙，本身这个卷子我都淘汰了，怎么又拿起来了啊？那到底是谁是齐天之子呢？就是把这个田地把它卖掉了，布施出去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到了这个会，这个宴会上才知道，原来就是姚唐。啊，你看看，本来考不取的，由于做了这件大善事，一下子还做得举人了啊。那不仅是自己得到善报，他的三个儿子姚锦辉、姚锦耀、姚锦伟都啊登第了，就是考取了功名了。